哎呀，公子好巧的手啊！来，把这红绳拿上，赶紧送给心上人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这结缘的红绳，我求不得，你却求得了，可见。 我并不是你的结缘之人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说法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红绳，你还是给一个更好的姑娘。我们还是……你到委屈上了。 沈燕，我心里有一道坎儿，我过不去，我没有办法去想将来的世界，也没有办法现在承诺给你一生一世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所以我不想拖着你不放。 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昨夜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大人，刑部押送的犯人被人趁乱劫走了，此刻正在街市中游窜奔逃，若不尽快抓捕归案，只怕会惹出祸事。知道了，去吧。 你有事要忙，我要先回去了。我要你陪我一起。你认识沈燕，却不认识冷面阎王。你方才说你配不上我，等我带你到阎王的世界里走上一走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你觉得如何？你怕？ 有你在，我不怕。